马里奥 Switch， 因为现在都在做这个直播实况的部分，然后也是在 YouTube 上面，对对对对对，刚开始在做而已。今天高铁冲嘉义的旅程是非常值得的，因为呢，刘佩就在我的后面哦。然后呢，还有非常亲切的给了这个拍立得哦，免费的拍立得。现在正在后面跟大家拍照当中，根本暴动的状态。哎，今天来这个嘉义呢，坐高铁来嘉义，终于看到刘佩。Yo, what's up, 大家，我是刘佩 Pierre。因为现在都在做这个直播实况的部分，然后也是在 YouTube 上面，对对对对对，刚开始在做而已。Awesome， 好，对对对对对，有机会的话，希望可以跟刘佩一起玩一下。好啊好啊，来玩一下，我觉得很棒啊，可以。好，好，试一下。到了晚上，灯呢已经都点亮了，那非常的多人哦。今天呢也算是非常顺利的碰到刘佩，然后还有跟他讲讲话，这样真的非常谦虚、非常 nice 的一个 YouTuber， 超级喜欢他的这些生活里面，尤其是出国拍的这些 Vlog。有机会呢，希望可以跟他一起玩这个马里奥赛车哦，在线上一较高下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。现在呢，要赶快来去赶高铁了。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记得在下面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也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罗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